请问所认用真测真脸皮，有粉丝问普拉多洗发水啊，这个据说在美国销售的不错，在国内呢目前还是非常小众。那手里这款呢，就是这个品牌下面的一个经典产品，金标洗发水。今天咱们就来测一测这个产品呢，它主打的一个卖点呢是说添加了17种 DHT 阻断剂啊，这到底是个什么？我们来看它的包装正面啊，其实呢它也写上来就是17种草本植物的混合物。DHT 呢是雄激素性脱发的元凶啊，你说这个植物成分阻断 DHT 啊，这个还是很难讲清楚的，因为每一种植物提取物啊，其实都是非常复杂的。你放眼全球呢，大部分也都还是在研究的过程中。不过呢，这17种成分里面可网罗了不少热门选手，比如乳酸杆菌发酵物、白柳树皮提取物、异株前麻叶提取物、巨叶棕果提取物、大豆异黄酮。看过强哥往期视频的朋友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？这些成分啊，都是我曾经讲过的一些洗发水里面各自的主打明星成分啊。所以到了普拉多金标这里，好家伙啊，直接给你整成全明星队。那我们来看排名靠前的几个核心成分吧。芦荟叶汁取代了水，这个芦荟呢，广为人知的效果是促进伤口愈合啊。但是大家只要不是社会青年，估计也难得头上有伤口。那它在洗发水里面更多发挥作用还是舒缓啊，就这个缓解头痒。它的主表活呢是鬼鸡葡糖苷和椰油酰胺丙基羟基黄芪甜菜碱啊，这是一个婴童洗发水常用的一种表活搭配，所以温和度还是没问题的。那么以鬼鸡葡糖苷为主呢，它洗感通常会偏干涩一点啊。我们还是实际用一下看看。洗发水没加香精啊，是茶树精油和迷迭香精油的混合气味，泡沫量中等。冲水呢确实有一点干涩，护发素气味是完全不同的，有点奶糖味。冲水是很顺滑，吹干后呢整体有不错的蓬松度，发尾也不毛躁。这金标洗发水呢适合油性和中性发质。啊，如果你是个油头，单用这个洗发水感觉也是不错的。如果洗护搭配一起用，不建议这个头皮跟发丝都很干涩的。相对而言呢，像这种洗发水蓬松比较好啊，护发素柔顺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组合，它更加的适合这种头皮油发尾干的混合性发质，用起来感觉也会更加的美妙。别忘了给强哥来个3连。